让人一见钟情的颜值扛把子。李现进才第十，肖战第五，第三有点意外。现在大家都是追一部剧爱一个人，像是近期的《锦衣之下》《三生三世枕上书》而爱上任嘉伦和高伟光，而有时候剧情根本不重要，颜值战胜一切了。微博上就举办了让人一见钟情的颜值扛把子的票选活动，李现第十，肖战第五，第三有点意外。其实李现是网友一致认为的丑帅男星，在《亲爱的》《热爱的》爆火以前，大家被他在《河神》饰演的郭德友圈粉，不是因为帅，而是因为拽痞的角色形象很圈粉。陈伟霆竟然赢了李现20000票，他是娱乐圈有名的行走的荷尔蒙，再加上他那双电力十足的眼神，据说看见本人真的会有那种帅到让人不敢直视，会脸红心跳的感觉，气场实在太强了。而陈伟霆目前也确认和杨幂合作古装大剧《九州狐珠夫人》，预计5月进组，这部剧也是万众瞩目，是陈伟霆继《醉玲珑》之后再接古装剧，大家看好这对 CP 吗？